迪卡，大家好。为了让我们留学生呢能够在马西顿大学有一段美好的经历，马西顿大学特地成立了 The Student Academic and International Service， 也就是 MUSIS 服务中心，来帮大家解决在学校中所遇到的问题。MUSIS 服务中心将会为马西顿大学全日制在校学生提供各类设施设备的使用信息，包括图书馆和计算机设备、健身房和运动器材、校园 WiFi 以及学校博物馆等等，当然啦，还有校园活动的各类通知。此外，我们每两个月会定期举办一些文化艺术活动，如果你也不想错过这个可以认识新朋友又可以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那么就请关注我们的脸书页面 OPINK MAHIDON。当然，你可以通过发邮件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服务中心来咨询你所遇到的问题，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直接获取相关设施设备的使用信息以及校园活动的重要通知。 Welcome to Mahidol University! Yay!